时 ，Super Junior M 首度成军，惊艳亮相江苏综艺《天团诞生》，人称510事件。2009年11月10日 ，SJM 二度造访，非常不一般。超界盛宴，万人共享。暌违两年，天团重组，携新专辑《太完美》再度强力来袭。2011年4月23日早8:30，在无数歌迷焦急的等待中 ，SJM 终于出现在上海某酒店出口，准备奔赴南京。3个多小时的行程中，执着的铁粉一路追逐，在休息站时仍不忘拉起横幅，试图引起偶像注意。12:30 ，SJM 终于第三次踏入了综艺演播基地的大门。在这样一个熟悉的演播厅内，在全新的舞台效果下，在尽心的排练合成后，他们将为歌迷们带来怎样的激情夜晚？让我们一起进入 Show Time。心变成了口袋的一面 Just for you 不停的给不停的给这样子爱你到底是对不对我一边迷惑一边更加迷恋太过心情不对用力而粉碎太过慌忙不对我睡得紧不脆我太完美你眼里我出现我不让谁替我在你身边每天你的侧脸你的体贴你的妩媚你的一切从头到尾我已沦陷好朋友 Super Junior 大家好我们
Super Junior。 哇，为什么说你们是我们的好朋友呢？什么叫做好朋友？就是因为大家各自平常都很忙碌，不一定要经常碰面，是，但是如果有机会的话，那就是一定要见面的。是的，是的。所以几位呢特地来到我们的江苏，然后跟我们江苏的好朋友碰面，但是我们的朋友呢也没有让你们失望，展现了大家的热情。大家喜不喜欢 Super Junior？ 哇，哎，但是呢，因为今天来的现场都是年轻人哦，而且很多都是女生，我觉得还是要让 Super Junior M 呢一一自我介绍，没错，让我们电视机前的父母们知道，对对对，谁把他们的女儿给骗走？好，来来来来，谁先来？好久不见，大家好，我是立旭。我来到这里，我非常开心啊，我跟你们。你们懂我吗？我吗？他说你们懂我吗？哦，不是，你们懂我吗？立旭，立旭，我懂你。谢谢。不是，因为立旭两年前来哦，好像比现在要稍微胖一点，怎么觉得最近瘦了？对，大家好，我是立旭，好久不见，再来，这里，我很高兴。我希望你们很高兴，谢谢。谢谢。谢谢你啊。那一定很高兴，我这样子讲，对不对？一点点开心。一点点开心，我觉得他跟那个两年前来那个感觉有差，哎，现在感觉整个人都漂亮起来了。谢谢。你也是。谢谢。好，接下来。南京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Henry。 哎呦，很想你们了。 Henry 特别可爱耶。 Henry 的皮肤还是像 milk 一样。牛奶 Henry。 牛奶 The 皮肤 The pee is very good。 Pee is very good， 谁听得懂你的话啊？ Very， 谢谢谢谢。继续，两位也是。 Thank you， 皮肤很好。 Very white。 White， yes， 白色。 Yeah。 接下来呢，南京的朋友们，好久不见，我是盛明。我永远爱你。哎呦，嘴巴好甜哦。哎，盛明是不是两年前的时候他有在这儿吗？两年前的时候他还没有。还没有吗？对，然后这次是我们四个中介 M， 然后新加两位新成员，一位是盛明，一位是银赫。啊，对对对。안녕하세요，반갑네요，한국어들으니까觉得听到这个声音很亲切。你看你的表情，你听懂了吗？刚才有点尴尬，是不是？我也许不会讲韩文，但是我会讲韩中文，把这个字都变用力一点。非常欢迎你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你这听起来还是像山东话。好，那么接下来也是新朋友。好久不见。大家好，我是银赫。我是银赫。每天每天我想你们。谢谢。大家今天不要刺激银赫，今天东海不在，银赫。银赫有点紧张，一点害怕。对。东海跑到哪里去了？因为之前有东海，还有对史源，对他们两位呢。其实本来今天来到现场，我们是八位要一起来的。但是因为史源和东海现在在台湾拍戏，所以就不能赶到这边来，所以有点小小的遗憾，不能全员着急要跟大家见面。是，对对对，但是有新朋友来到，我们也很欢迎啊。是，我们也要请银赫来跟大家问个好。南京的朋友们，好久不见。네그렇죠오늘정말멋진노래들도많이준비를했고여러분과즐거운시간보낼테니까기대많이해주세요감사합니다周密瑶来当我们的翻译了，说今天为了这个舞台我们准备了很多，包括跳舞唱歌，然后希望大家度过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夜晚。哇，拭目以待啊，这只有在我们非常不一般可以看得见的。是的，接下来归璇。
非常不一般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圭贤。奎贤中文有在练，比两年前进步很多。你们现在收看的是圭贤。圭贤呐，到底是奎贤还是圭贤？圭贤。南京 Special 3以后很久来到南京，对吧？ 第一次来到南京，所以今天我很幸福，还有今天见到你们很高兴，谢谢。哇，现在爸爸妈妈们知道为什么你们的小孩会这么喜欢他们，因为每一个都很会说话，都学那个关键字，都是好想你们，我好幸福，好爱你们，就很会讲话。对呀，这些中文全是你教的吗？就教他们甜言蜜语？没有，其实有一大部分甜言蜜语都是我们经纪人教的。那么我们说，心情不好，是他的意思说，难道他们要说，哎，我今天来，我心情不好，超不爽的，是不是？哦，是这个意思啊。不是，我就这样也蛮酷的啊。好啦，那接下来也要请到周密了。嗯，现场朋友大家好，我是周密，好久不见。哎呦，哎呀，他因为南京真的是算也算是我的一个，不能算是家老家，但是算是。 一个怎么讲？因为我二姨家已经搬到南京来了啊，对，所以一到南京觉得特别亲切。哇，所以今天呢 ，Super Junior M 也是跟我们老朋友相聚，他们呢同时也带来了礼物，这个礼物就是他们的最新专辑《太完美》。太完美，对，《太完美》这张专辑，其实这个名字就很适合形容你们，你们在很多女生心目中都是非常完美的男生。您会有话要说？当然。 哎呦，很有自信，大言不惭呢。憋了半天，憋了两个字，当然。听说新专辑里头也有跟我们的周董、钟杰伦一起合作，是吗？来，圭贤来讲，什么歌？啊，幸福为甜。幸福为甜。而且我很想要听听你们现场，可以清唱一两句《幸福为甜》吗？对。Super Junior M 是走实力路线的，是不是？卡赞搞这种部分，就唱跟不会的兵的。因为这歌词特别难，而且我们从这个新专辑发了以后到现在，我们一遍还没有唱过这首歌。哇！所以我们选一个特别难的部分，让圭贤唱好不好？不好，为什么？为什么我？因为你的部分发音很快。哎，不是不是，你可以跟圭贤解释，基本上唱周董的歌，歌词是怎么样根本不重要，因为他的风格也是比较含糊，主要是他音乐的那个特色嘛，对不对？刚好你不会中文，以就莫名其妙学会了周董的精髓，来，圭贤，圭贤，圭贤。 精髓来了，精髓来了！哎，不错哎，掌声鼓励一下，很大方，很大方的。谢谢。今天呢，请到了 Super Junior M， 而且很高兴有一些我们是两年前就已经见过面了，再次回到节目当中，感觉大家也都一起成长了。那么今天呢，因为你们带来了新的专辑《太完美》。 你们彼此可不可以？因为每天相处在一起嘛，对彼此都很了解。可不可以说一下，如果要推派一个最适合当完美情人的？立旭，立旭，你刚才是在说是石头吗？他长得帅。其实我说句真话，我要选，我选立旭。谢谢。你不要因为人家选你就选他，好不好？他的侧面，立旭的侧面真的是很美。 女孩子抵挡不住。哎，可是外表并不能当那个完美情人的代表，对不对？还是要让他们这个兄弟彼此之间要来自己来讨论一下。对，choose one。我叫 Henry。Henry。 为什么？他会韩文。 中文、英文、泰文，所以就是如果到各个不同的地方，非常聪明，还有长得帅，能不能？还有
但是一点点，但是什么？很乱，很乱，爆料了各位，爆料了，你讲清楚。那问一下那个奎贤好了，奎贤觉得谁是你们当中的？ 对嘛，最完美情人。为什么？哎，为什么奎贤？为什么奎贤就非要选圣敏？好好好，圣敏。圣敏。因为他所有的方面。你的方面。他所有的方面。 所有东西都很好。哦，那等你们。哎，你们好彼此相互欣赏哦，太完美，太完美。其实每一个人的欣赏的角度都不一样，对不对？对对对。所以他们每一个人呢，都各自有很多的粉丝来支持啊。不过讲太完美三个字，不能光说不练的，对不对？今天既然六位呢来到现场了，又说自己是太完美的话，有没有人可以代表出来展示一下你们太完美的才艺？我们要才貌双全才叫完美 没错，对，哎，大家没给你，谁一直在后头鬼鬼祟祟的？大家都要，大家都要，哎，所以翻译躲在那里面是不是？啊，你来嘛，先生都来了，你不上来多可惜啊！耶，欢迎可爱的翻译小姐，近一点，close。为什么就？你这，他说你迟到了，迟到了。 哈哈哈哈哈！你又在吵架？欧巴，表妹，迟就迟了嘛。欧巴，不是周密欧巴，不是你负责当翻译就好了吗？我也不知道那个翻译姐姐在下面。所以我们就说，因为他们新专辑叫做《太完美》嘛，对不对？我们也希望今天他们六位呢来到这里，可不可以推派代表？ 展现一下他们太完美的才艺呢。给大家，给你做门票给，不是谁哦。啊，来说了算了。所以我们今天有准备这个，非常特别的表演给大家。真的哈，就献给我们非常不一般的哦。对，然后好多都是我们的第一次。啊。所以要从谁开始吗？哪一位欧巴先来？门做汉的呀？如果不你要。第一次，周明。周明。 哦，就你啦！我，那你今天是代表六其他五位团员哦。没有，还接下来还有其他的表演，很多不止一个。好，那你今天要给我们带来什么呢？周密欧巴，我今天要带给大家边弹边唱哦。哇，帅气的边弹边唱，一起来欣赏。周密的钢琴首秀表现怎样？ 边弹边唱的王子情怀能否迷住你的视线？龟贤版的周杰伦唱腔止步到位。一曲阿妹的《如果你也听说》，你和阿姨的哈南表白。撒浪嘿哦！他的表情，前两句是为这句做铺垫的。对对对。更有银色的即兴舞蹈即兴制作。 广告之后更多精彩，不一般，下届更精彩。大家好，我们是苏格中介。